瞬间不稳，还是很不稳那种。不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，又是不是满载了？直接过去啊！早都没打过，打一下。还打到了 OP， 还是打到。OP OP。続けていくよ。僕の番だね。みんな。私の番ね。行くぞ。た。何？没回到。太远了，you
求任务，哪里啊？那只羊跑哪去了？哎，竟然在就此那边呢。哦，他去回以前的家啦。现在是要我小心的，然后找怒存档这样。存档不用全，多存点档，对啊，是。快回家。在找阿妈。血统分身法接近了，我找到哪一批？好好好，直接拽两批过去。直接帮我回村吧，不负责任猜测，果然是这样。用加欸食材，嗯，是这样，哈哈哈，杰伦斯又跑掉了，整我嘛，这样。装好嘞，房里加十而已。应该是给亚丽莎装吧。卡住，卡住。贵好吧，270也要修啊，喜乐，越卖越贵。240还是一样，笨了，便宜一点点而已啊。哦，这还加比较多一点。S 的攻击魔法，我们看错。那你刚才装个 B 的，搞不懂你，何苦问苍天？
因为没有撑到那个。OK 啊，其实。比较穷，还是慢慢来哈。妨害。当然，这两个一样都有 S 速度加4，但是这个多一个法术，何乐而不为？消灭之刃，我实在搞不懂是强还弱。呵呵，交易所看一下。我没有买东西啊，不能换东西啊。哦，所以换东西一定要回去之后才有机会换。真的只能乖乖听话。住宿用的帐篷我没进去过，等一下进去看一下。人家住宿用帐篷不用钱。啊，可是不会回 CP 啊，只回体力而已。多余。就职，东北方就职。还是我要去采矿场看看。レシピ通りに行きましょうか。予想以上。美味しくできるかな。うん。料理重要。何ができるかな。意外と結構おいしい。それじゃあ始めるわ。哦，爱情奶油可乐。我也忘了是什么，算了，之后再来。上岸穿越旧址之后就会到。我的委托应该是都完成了，其实也只有两个而已，啊，还有第三个是那个隐藏的秘密，就是那个练功区这样。关键时间应该在这边吧。有个考验箱，好啊，先拿哪一个好了？红色走好了。我 CP 没满，我们要不要下来练一下？
太辛苦了，这样。就是一般宝箱而已。宝箱があるな。可是啥？还男性专用，天哪！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，这很难讲。偷偷转身，太贱了！不可以这样，残念长。机甲兵子上面机甲兵子，62级谁跟谁？这两个他两个 CP 好像都没满，真的耶。
有点麻烦呢。大きいな。気をつけてな。我要学撞了，哈哈。手ごわいぞ。気をつけろ。俺の番だな。見ろ肩。チャンスだ。みんな一気に切るぞ。任せてくれ。ただ、それ、俺の番だ。崩れたぞ。私の番だね。ごめん、お願い。うん、頑張るよ。みんな。还不是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大放电，还会放电呢、啊？我来帮忙的，知道了，下面风技，球翻。真的，主角被风技。行くぞ。僕の番だね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マイ。さあ。新欢。俺の番だ。行くぞ。行くぞ。崩れたぞ。行くよ。さてと。アーク。一般回复王就可以。ありがとう。他靠，那不是他的亏。魔法防御。俺の番だな。はあ。行くぞ。や。はい。僕の番だね。みんな。我一头补哪招？俺の番だ。OP。OP。行くぞ。さあ。我操，再用58血啊！快翻了。僕の番だね。任せてくれ。今。真是疯魔！我的番だ。他速度有点慢，他加个行动力啊。はあ、なんとか勝てたね。よくやっといだね。さあ、比較弱的回一下血和 DP 哦。行きましょう。还真会三 D 的。風上は取った。
俺の番だな。任せてくれ。さてと俺の番だ。マイル、よし、これで大丈夫だ。やっ、試試看吧，只能试试看。行きましょう。はや。加减算的一样，个人表示案情并不单纯。風よ、俺たちに覚悟。任せてくれ。黑暗。哦，睡眠的哦，原来睡眠的。这样不够。害怕睡眠吗？看一下。睡眠100，真的，你总知道一些睡眠的招式。黑暗呢？黑暗在哪里？黑暗150的，也蛮高的，50而已，像25%而已。先跑远远，我靠，这要4000多啊！靠呗，我要刻道具，好像补3000了，我没看错。天啊，Oh my god, oh my god.
然后弹一下。好，然后换装进来才行。感觉要一波带走。他带不走，糟了。哈哈。这些狙击。太惨了。哈哈。灭团了。装备换一下，装备换一下。测好了，哦，他卡到了，还不错啊，卡住有赚。要许我。やっしょー。行くぞ。真難抉擇啊。挂了。不甲斐ない。还联动两回合 ，OP 啊 ，OP 啊！这样感觉扛不住啊！他联动两次就掰了，哈哈，扛不住，扛不住，扛不住。扛不住，扛不住，扛不住！要两个惊叹号才有机会。这集不太需要换装，因为一样是秒，都是被秒啊。
任せてくれ。我靠，悲哀。俺の番だ。ありがとう。行くぞ。それ。太惨了。俺の番だ。あ、森を行こう。行くぞ。六匹。还要再集一个 SG 出来才行，对不对？哇，联动就悲剧了，联动就悲剧了。一次。ありがとう。联动就悲剧了。行くぞ。他没用。我、哦、他回十趴。一点都没赚。好难啊，好难啊。好难啊，看需要点运气，我需要一点运气这样。看还是要换衣服才行，刚的如果换衣服说你撑得住，说不定。伤了没有？没有必杀。要带个攻击力上升的过来。对对对，等一下这不行，要带攻击力上升的过来。快跑！跑好远远的，对不对？这招都没那个，都没有必杀的。行くぞ。有睡觉的啦。哈哈哈。崩れたぞ。ミリアム、リス。僕の番だね。我希望一可以让他自己睡觉。然后把后面那只挡住之后就打后面那个，有点难呢。其实只要睡眠50%就100%了，是吧？有 feel 了，拉挡在这里就好了，让他们两个卡在那里，
半天都有点痛。有一个必杀。那可以直接打后排，管可以。哦，有 feel 有 feel 哦，所以只要用睡眠卡住。哇，好难的战法，不要发动。好有战术啊！应该有魔法吧，我不是很需要。你接那个好了。僕の番だね。让自己补个血好了。卡位大绝招，有个必杀。任せてくれ。睡着了，拉回十趴还得了？哦，终于，但应该没问题。人家是有战术的，你知道吗？任せてくれ。需要这样。普攻可以，虽然他是睡着，没有死他而已，几率有点低。一速，耶！風の赴くままに。哈哈，我真的是喜爱。侠客，他带什么？哈，这样带复活吧，这样弄。哦，
哦，原来是补血的、啊，不不，不好用，是给他带的吧？对啊，给他带的。不会，那糟糕，不行这样，要等升级才行。他不会复活，他不会复活。忘记刚装什么，好像有防御力一的样这个东西太让我伤心了，还是赶快存档好了，免得等下大伤心。拿一下一星石吧。上感觉的宝箱应该很烂，我还决定要拿。哦，2000元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还不错，重要必拿这样，哈哈。在这边有个平台吧。前に登った高台。この付近だったか。ええ、その角あた。哈哈，他会飞。会飞 OP 这样。他要干嘛？这是迫击炮用吗？现在呢？顶着另外一头，沿着岸上崖上的路过去。哇，不要爬山了、啊。未完成委托将会消失，请多注意。冲剧情了。